只剩半年多，有一间在金山非常有名的财神庙，说也替2012国家经济大运来抽签把脉，结果抽到的是一支中等签，到底什么样的内容呢？带你来听。双膝跪在椅子上，双手合十，诚心参拜。这家位在基隆的金山财神庙，传过不少神迹，许多艺人更是庙里信众，其中施谦更是赫赫有名。2012年国家经济大运如何？庙里总干事求得一支签，对于国家大运选举走势，施谦上面写着：“前途功名未得意，只恐命内有交家。”后面两句：“两家必定防损失，劝君且退莫资接。”哦，可能他讲。营运到下半年啊，这个台湾的经济啊，无论在前途功名，未能够如每一个人的意。财神庙解释，抽出的国运师签属于中等签运，但是还是有转机。那所谓的嘛啊，家和才会万事兴。比目前台湾，如果说经济要好一点或站稳一点，一定大家要团结。是否暗指宋楚瑜有意参选2012蓝营茶壶内的风暴？台面上正式引爆，2012大选在即，不少话题似乎都和选举扯上边。至于准或不准，还是信者恒信，不信者就当作参考吧。三立新闻陈伟君、许世廷台北采访报道。不马上。